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四种频道会员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哎呀，将军，我们抱歉您久等了。来，将军，刚刚我们提到包含战争的进度，以及现在呢，这个乌克兰到底该何去何从？乌克兰现在就说，目前已经军事上快撑不下去，对不对？但是你说他只能争取什么？停战，停火，而不是停战协议哦。你要搞清楚，美国虽然跟欧洲觉得乌克兰现在变成一个包袱，但是呢，乌克兰经过休战个两三个月，它可以打游击，搞小冲突。为什么？俄罗斯现在200,000大军在乌东跟乌南，如果说并没有达成所谓割让土地啊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要转攻为守，好不好？ 对不对？好，我们就知道作战守势作战的部队要多，因为你正面那么长嘛。那乌克兰跟美国的想法就是说，你只要去骚扰或者是突击或者是小的冲突不断，你俄国的部队就撤不回去，你还是在继续消耗。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我这400亿也好，多少钱也好，陆陆续续供应你有限的武器跟弹药，让你还可以制造这个骚扰双方对峙的一个局面，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哦。那就是说，欧洲跟美国缩小了经济负担的这个资源，但是并不希望你完全停火，因为这样子还可以持续消耗你俄罗斯，俄罗斯还有200,000军队撤不回去。因为你这个战线那么长嘛，对不对？我今天停火只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时间。所以你看历次世界上的战争叫做打打谈谈，停停打打。你要像站在泽伦斯基的角度来看，他能够完全投降吗？他能够承诺这几个省从他的领土隔出去吗？他只能说啊，我们现在要求停火，和平谈判。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都有利益啊。美国有利益，你只要继续消耗俄罗斯；欧洲也觉得我继续消耗俄罗斯，但是我不要出大失血。那私底下在谈，因为现在连美国都很担心中国跟俄罗斯更紧密的 close 在一起啊。对，对不对？所以他又搞些什么“四不一没有”之类的说法，所以这个。这一盘这个大博弈是很复杂的，假定中国全力支持俄国的话，那局面又不太一样。现在只能是暗通款曲啊，那偷偷摸摸的在搞啊，对不对？所以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打了三个月了，付出这么多代价，美国的利益消耗战术的利益是不是全部拿到？还没有，那俄国的利益是不是它是最低的战略纵深它拿到了？但是真正的战略纵深是要从基辅到涅伯河以西整个乌东才算是完整的一个战略东区了。所以这个局啊，大家都急得好像说俄乌战争是停止了。我今天讲没有停止，只是形势改变，规模改变啊。那我今天伦策斯基争取到三个月的喘息，那接收来的这个美式的武器跟我在主训的部队打个游击战可以吧？打个小冲突可以吧？对不对？难道你俄国又要发起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作战吗？所以我认为这个局势啊没那么快。但是呢，经济上的问题啊，到冬天呢、就要见个分晓。像欧洲，像意大利、德国、法国再被你拖下去，我自己国家民主国家的选举跟经济膨胀，那我吃不消啊。所以现在表面上的合意是有的，骨子里的不会那么太平。好，谢谢将军。我们很多事情是算大家的利益来算。好，要不然我所谓何来？没错，谢谢将军，您稍等，来，我们请亮哥补充。不，将军还没讲完啦。将军讲完了啦，将军还没讲完吗？我讲就是说，现在可能在各方敦促之下，造成停火。对不对？但是并没有达成说我宪法上同意两个省割给你，我也没有讲说完全跟你不来往。那只要争取三个月的时间，我制造局部的冲突，让你俄国现在防御的位置，你看乌东到
乌南很长的一条防御线的。嗯，对，很长。他今天不跟你打大战嘛？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可以吧？嗯，对不对？那你就拖住你几十万大军，你的战场上后勤补给所有的消耗，俄罗斯也撑不起啊。嗯，所以我认为这个局不会那么快这么单纯啊。大家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就和平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在军事作战来讲，它有利益的。嗯，好，谢将军，您稍等，来，亮哥。不，将军讲法我们都同意啊，嗯，就是那个和平协议是签不出来的了，顶多只是说大规模的交战那种可以停火，对，嗯，可是零星冲突是一定有的，嗯，比如说以色列他也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屯垦区嘛，对，那也没有任何协议啊，嗯，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战争啊，对，可是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就一天到晚丢砖块啊，射火箭弹啊之类的啊，嗯，就是这样嘛，对，所以前一阵子美国那个榴弹炮不是给了好几万枚，嗯，那个一定会散在乌克兰各地嘛，对，所以就三不五十就扔你一下这样嘛，嗯，这种冲突一定继续延续的啦。其实就是国际上这种地方其实很多，其实过去八年在乌东也就是这样啊，对啦，那只是说你是严重到妨碍我老百姓的生活啦，啊，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赫尔松是提供克里米亚的水嘛，嗯嗯，提供85%嘛，嗯，你要来攻他的水库，那不行，哦，那不行，就过头了，哦，你知道吧？嗯，比如说，人家伊久姆是种小麦的，嗯，那你让农民不能下田播种，那不行，嗯，你不让人家收割，那不行，嗯，所以就是要抓一个平衡点呐，啊，可是冲突仍然不断，嗯，而且不可能承认嘛，嗯，我坦白说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连中国都没承认。对啊，是啊，对不对？是啊，可是克里米亚不是活得好好的，嗯，对对，也没有人没事要去打他，帮乌克兰拿回来，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未来马利乌波尔重建就重建吧，嗯，两个共和国也活得好好的，是啊，那赫尔松可能就独立自治了嘛，嗯，他也是活得 好的，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对，可是乌克兰都不会承认的。对了，他就不会承认。那，可是乌克兰就不断骚扰你嘛，那就看骚扰到什么程度。嗯，那大概过了几年之后，乌克兰也累了啦。就这样吧。就一开始会有岳飞啦，还我河山啦，叫一叫。那大概撑个两三年以后就没有岳飞了啦，你知道吧？就是这样嘛。对，好，来。这个进到10点钟，感谢我们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在收看哈，今天不错了哈，这样有24,000-25,000了哈，美拜，好美拜啊，好，这个刚刚有几个这个加入会员的朋友哈，这个美韩，感谢你加入我们的会员，还有一位是啊，又是这个完蛋，我每次忘记你的名字怎么念，荀彧是不是？然后应该是荀彧了哈，这个谢谢你的donate，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跟你讲，我脑子。就有时候就不好，看到我都会搞不清楚，应该是我应该没念错了。荀彧是曹操的大臣，对吧？所以应该是啦。Thank you， 谢谢你，好，端午节快乐。但帮大家科普一下，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所以母亲节要到了，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赶快到快点购，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